是上课吧，今天是第七次上课哈。那大家主要就是那个黑名单筛选哈。那其实主要是利用康义福加那个筛选功能。其实如果你将来需要把那个两个范围的资料做比对的话，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康义福加上筛选。好啊，这样的话呢，其实很快可以把你要的资料找出来哈。那再来的话呢，上礼拜还有讲到有关那个乐透彩的那个中奖几率统计哈跟排名。并且我们延伸到那个从网络上捞资料了。网络上捞资料这一题先它相对的比较活一点啦，就是从那个网络上我们 Google 那个大乐透历史资料，那会找到那个乐透云。那不过里面的话，它当然哈，它的页数非常的多哈，它总共有1到16页。好，那我们如果今天希望把这16页的资料呢哈，全部下载下来的话，那当然第一个你要知道它的规则啦。我上礼拜好像跟各位提过，就是说你如果要下载这个资料的话，以后你可能要看一下，就是它这个上面是一个它的 server 的网址，后面的话就接一个程式，它是 ASP 写的。好，然后问号的话就是它后面会传递什么样的参数哈。那第一个参数就 index page 等于1啦，第二个参数就 order by 等于 new， 就是由新的到旧的。所以呢比较关键在这里一。好啊，如果说我今天1到16的话，其实你可以改什么，把这个网址里面的1改成1到16跑个回圈，那基本上所有资料通通下载下来了。好，所以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呢，你可以把这个网址复制一下，那最好是先在那个你的那个 Excel 里面彩排一下，里面的话会用到这个从 Web 功能。好，那这个从 Web 功能呢，其实我们只要把它怎么样逐一，就是说呢把它先录制一个，然后跑个回圈，基本上所有1到16页就全部下载下来了。好，只是说你要录制剧集的话，当然上礼拜我有大概录给各位看了，其实第一个一样那个开发人员一样把它打开啊。不过建议就是先彩排过啊，再来开始录制。录制的话呢，给它一个名称啊，也许我先不改好了。那接下来的话你可以怎么样，资料从 web， 那把那个网址贴上啊。不过因为这个网址贴上之后的话，它其实等于是把那个 IE 浏览器帮你嵌入到 Excel 里面，所以呢后面它里面它有一些 JavaScript 会执行失败，不过没关系，你就全部按4就好了。它会帮你找到某些网页里面的那个所谓的表格 OK， 所以特别注意哦，这个其实里面是利用那个叫 Query Table 的物件，那最重要就是说找到你要的表格，你把它打勾，汇入到哪里呢？汇入到 A1 按确定就好了。那基本上呢，我们就完成下载一个页面。如果你要下载全部页面的话，那我们就是怎么样把它停止掉，剧集里面把它做修改一下。那其实基本上大概就改两个地方应该就完成了吧。第一个地方我字稍微放大一下，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把什么呢，这个习惯先把这个 delete 掉好了。那基本上它是 with 到 with 了，基本上是利用那个就是 query table 这个物件。它里面的话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这里URL， 好，一个分号 OK，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它的网址。那如果说我今天呢，现在当然下载只会下载第一个 page， 如果你要下载全部的 page 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 E 改成 I 就可以。那利用我们前面讲过的话，你这边打一个 for， 好， for I 等于1到16，然后呢你这个地方 enter 两下打一个 next，接下来的话你又把这个 with 到 with 这一段程式搬到 next 这个 for 回圈里面，并且把它按个 tab 好了，下一阶那把这个一的部分改成 i 就可以了。那我前面讲过了，如果你要把这边改成一个变数的话，还记得吧，双引号双引号移到中间， end 再移到中间加个 i 就可以了。也就是说呢，把那个一的那个数字用一个I 的变数去取代它，好，这样的话这边加空白 OK， 也就是说把一改成一个 I 的变数串在这个中间，那它就会一下载第一页，二下载第二页，以此类推。不过呢如果你现在下载的话它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的 destination 这边有一个这个参数名称它预设就是就是放在哪一个，它预设就 A1， 所以如果你第一页放 A1， 第二页放 A1 的话，那理论上是会把它盖掉了。不过看一下好像如果你这样 run， 它好像不会盖掉，它会把它挤到右边去。所以如果你全部
假设你写完这个句集之后的话，你把它 run 一下，你会发现哦，不好意思哦，这一行可能要把它删掉或者注解掉，因为这一行 comment type 等于零，好像会出错哦。那我如果把它全部执行的话，它基本上会把16页哦，通通都下载。不过哦，因为呢，我们都放在 A1， 所以它不会盖掉，它会把它往右边把它移动哦。所以你会发现呢，我们的第一页会变成在最右边哦，在这里第一页。OK， 那第二页的话呢，就放在这边，第三页、第四页哈、哦，所以16页。那如果说我今天不要哈、哦，哎，让它一直就个盖过去哈、哦，或者是说呢哈、哦、啊被那个挤到右边去的话，那基本上呢，你还可以再改一个地方，就是改这个地方。好、哦，刚刚第一个是改一个回圈，第二个的话再改这个哦。好、哦啊，这个要怎么改呢？当然哈、哦，我们的逻辑是，如果你第一次下载的时候，是放在 A1， 好，所以这个数字是1。如果你第二次下载的话呢，那你就让它向下追踪。OK， 前面有写过哦，就是向下追踪那个程式，那我们就可以利用之前写过那个方法哈、哦、，range A1， 好，有没有 ？and 向下取到那个列，那取到那个列呢？当然哈、哦，如果你取到最后面列哈、哦，你如果直接用那一列会被盖掉最后一列，所以要再往下一列。所以那个列要加一，也就是说呢，第二个哈、哦，如果说我今天呢要再加那个这个地方的判断的话，那其实哈、哦、我可以哈、哦、在 for 回圈的下方多做一个逻辑判断，好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这个 for 回圈前面都写过，再来就是写逻辑判断，如果什么了，如果第一次下载那 i 等于一，哦，打一个 then， 然后做什么 ，enter 两下，打一个 else。反之就是说第二次以后下载的话你要采取什么样、对应、哦、那这边 and if， 那这边的话呢、第一次下载的话那我多一个变数叫 r 等于1好了，意思就是说哎，我就直接放在那个第一列的那个位置，那反之的话第二次以后、哦、r 等于什么呢，向下追踪，因为已经下载了，所以呢再来你就是帮我向下追踪，那从哪个储存格向下追踪啊，从那个向下 end OK， 然后呢后向下，所以 XL down 刮弧、哦、点 row， 就是去帮我追踪到第一次下载的下面在哪里、哦、啊，大家特别注意哦，还要再加一，因为如果你没有加一的话它就变成那个范围的最下面一列会被盖掉，好啊，再把什么呢，把这个一、哦、把它取代成什么，取代成 r 就可以了，好、哦、在这边 end r OK，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完成，其实基本上这样写完、哦、程式就可以把所有的那个部分就全部下载下来了， OK， 啊顶多是把这个名称改一下啦，我先不改了，我们来试一下，不过如果你担心错误会发生的话，那你建议了、哦、也许在这边设个中断点好了，好，然后这边的话先让它停一下，比如说我今天呢这个第一次下载、哦、i 等于1，所以 r 也等于1嘛，好，那我就下载，当 i 等于1的时候，那 r 也是1哦，那所以就是下载、哦啊、其实基本上、哦、下载这边的话呢 refresh、欸、它就下载了， OK， 那各位可以看到、哦、这些资料第一次呢资料就下载 Ctrl 向下，那再来第二次的话呢向下追踪101，所以它应该从102开始，那如果说我今天呢让它向下、欸、next，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i 已经等于2了，那它应该不能满足这个逻辑，所以它会跑 else， 哎，这边哦，这个时候的话呢，我希望把那个最后的第二页哈、哦、放在102啊，所以你会发现啊、哦，这个执行向下追踪是101加一，刚好102，所以哈、哦、第二页的话呢，哎下载，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它就放在 A 的102，那我们把它向下执行。啊，一样到 refresh 下载 ，OK， 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？第二页就下载在这里，那以此类推啦，基本上哈、哦、后面都一样，所以我把它从全部跑完。那它怎么样呢？就会帮我把1到16页全部都下载下来了。OK， 好、哦，而且其实基本上程式并没有改很多地方啊、哦，你会发现哈、哦，在第二页、第三页 ，Ctrl 向下，大概会有1577。比资料，
那也就是说呢，哈，总共开讲的数目就是这么多。那这个地方的话是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，不过哈，做完之后呢，当然哈，还有一些必须要调整的，包含什么？包含就是两个地方比较重要哈，就是你下载完之后呢，这边会有重复的那个栏位名称，好啊，底下呢，因为每一页上面都会有那个重复的栏位名称，所以你必须把它删掉。我后来想一想，怎么样删最快啊？好像资料里面有个 Z 到 A， 把这边 Z 到 A 之后的话，这样把它按右键删除，哎，好像就 OK 了。好，其实这样的方式我发现最快，要不然你就用删除列了。不过后来发现好像删除列要写程式，好像没有这个快。那再来的话就怎么样，把中奖号码六个号码分开来。那分开来怎么分最快啊？其实我想到最简单的方法，这边一，好，然后按 Ctrl 键。一到六，那我如果今天希望把这一边的数字放到这边来的话，那各位应该有用过一个叫资料剖析吧，你可以怎么样呢，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Ctrl Shift 向下，记得哦，从 B2 开始哦，因为你要剖析的资料是 B2 嘛，然后用资料剖析，接下来的话告诉他说，哦，我的分隔符号是在逗点的地方，对吗？然后你告诉他，哎，我最后帮我切割到 D2， 好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目标储存格选 D2， 有没有？那1到6嘛，你按个完成，它就跑过了，有没有？哎，这边全部 OK， 那 B 栏呢，基本上就可以把它删掉了。那最后 A 到 H 栏呢，就可以把它重新调整一下栏宽。那这就是我们最后的开讲，也就是说呢，那个大乐透历年来的全部的历史资料呢，哎，就全部出来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如果说我要统计哈，历年来哪个号码出现的几率最高，哎，就可以利用什么上个礼拜讲的统计分析嘛，算几率比较好了。康乙福、大乐透，好，然后一号，不过大乐透好像1到49号吧，啊，你可以算出哪个几率最高，排名也可以算出来，前七名也可以算出来了，好，所以应该我想后面步骤都一样了哈，只要。最重要是把什么？把我们这个东西好，把它全部下载就 OK。所以特别最后我把那个重点再回顾：一、录制巨集；二的话我先加一个回圈，就是一到十六页。那再来就改那个 index page 这个地方，再来就是放在哪一个列哈？那这边多一个逻辑判断。所以基本上你大概只要学会了，就是第一个录制巨集，第二个加一个回圈，第三个。做逻辑判断就 OK 了，啊，细节部分如果假如还有问题，请各位可以参考那个云端白板，就是里面的那个数学函数的大乐透历史资料下载，这边有完整的说明，刚刚我做动作了，这边应该都有参考答案，第一个录制嘛，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刚刚写的东西在这里，好，你可以参考一下，然后面先还给各位，所以呢，有的时候假设你要每天都会下载某些那个网站的某些页面的话，如果有一个规则性那你用这个方法其实就还蛮快的，它可以快速的帮你把你需要的资料瞬间就帮你下载到 Excel， 不然的话，如果你不会用这一招你恐怕就只能土法炼钢，慢慢复制贴，复制贴，那当然贴太浪费时间了，好 ，OK， 所以理论上有的时候还是利用那个程式来完成，相对的会比较快那只是说有一些后续像删除重复的栏名啊，或者是说那个那个什么资料剖析啊，当然如果你要也把它变成一键完成的话，那你可能就是要自己再把那个聚集录制下来，再跟那个我们的程式做串联，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真的做到一键完成，按下去。啪啪啪，全部都 OK 了，甚至后续的报表你要自己产生，它当然也 OK 了，只是说你要一直不断把它串联在一起，批次下载那个乐透那个大乐透的这个部分，所以请各位试一下。那这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重点了。